我还是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好了。我以前呢是一个很平凡的上班族，在做网页和平面设计。那我是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，我因为妈妈的关系有机会加入组织行销。那我真的在前平台服务了8年的时间，透过组织让我见证到组织可以倍增的魅力，可以人脉倍增、时间倍增、财富倍增。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我们的那个吴老师啊，还有我们那个远从美国回来的科技业老板讲的，真的你可以套用别人杠杆，真的撑起了一个全球的市场。那在这运作的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每天在下市场，是不是会跟别间做交流？那我听了不下20-30间公司，每一间公司都有它的优势，每一间公司听起来都很好，但是我听不到差异性哦。各位注意哦，是差异性。我觉得每一家听起来都差不多哦，所以呢，没有让我转到一个听到一个非要不可的理由。那直到前年2021年的3月23中午，我一个伙伴又跟我分享了别间公司，那我发现哎，市场怎么都在推广一个商品叫什么？NMN， 那时候我就不可否认，我相信它是好东西，人家才会花钱研发、生产、制造。但是因为太多前公司在推广 NMN， 都拿李嘉诚在打广告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听到麻痹了。那于是当天晚上，我一个起心动念，我上 FB， 我去搜寻我前平台公司的名称，我只想了解说，在现在平台比羊还要多的年代，我们如何再突破夹击。结果不看还好，一看不得了，我无意中发现我前平台很多国际优秀领导人不约而同转战一间公司，都是转战美商凯利，但我在台湾真的没有听过这一间公司。于是我上网把这间公司的底细全部查清。我跟常讲哦，不真的不查还好，一查不得了。我看完我只有三个字形容，叫什么？抓没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到这间公司的绝对优势跟它的差异性，一间产供销一条龙的公司，全商品通通进入医师药典 PDR。再来，我们都知道20年前的双轨制风靡全球啊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伙伴因为私区打不出来，没有赚到钱。但我在美商凯利看到它更人性化的制度，打单轨都播放7大奖金，是不是让我们下市场更有底气，下市场更安心，对不对？于是我看到，如果这三种方面评估下来，我没有选择跟这一间公司合作，我明天的市场绝对会被它并吞掉。那既然我抵挡不住它进台湾，我干脆毅然决然的选择跟这一间公司合作。因为我常问我自己，3000美金你花不花得起？才96台币，但是这3000美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第一个，我先投资我的健康；第二个，我还可以投资我的未来。如果这3000美金不会让我饿死街头，我干嘛不要投资我自己？所以呢，我在那一天晚上评估完美商凯利这一间公司，我隔天中午跟美国那边联络上了以后，我1点已经冲到我们的彰化园林，2点又冲到南投民间，5点再冲回台中。我当天谈了5张大单，全部都是2999美金啊。所以在座各位，为什么我其实一个晚上我都没有睡觉？我那48个小时，哎，一天24小时，24小时我都没有睡觉，但是我已经完成了5张大单，而且这5个人全部都上钻石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运用别人的专业，运用别人的人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在短时间真的是可以压缩我成功的速度跟时间。所以我真的看到组织行销有非要不可的理由，跟真的是抵挡不住的魅力。那也是在于说美商凯利的厉害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在业界有，不管是做传统老板或者打过组织行销的人，其实有相关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美商凯利跟别间公司真的不一样。我们都知道嘛，你要做生意，你能不能控管你的原物料，你才能控管你的成本，对不对？我们过往的市场经验就是推广很好的东西，结果人家中盘商坐地起价，那如果你价钱上已经没利润，他就直接跟你终止合约。这都是我们过往的市场经验。所以当我看到美商凯利，他第一个，他控管自己的原物料，他就可以控管成本，他能够
管他的利润。那这样子我们经销商跟他合作是不是更安心有保障？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评估点。再来，我们洪老师课后讲的最后一个是什么？进场的时间点。美商海力已经经历过前面将近两年的试营运期间，你知道这两年有多少同性质的公司在业界都销声匿迹了？真的唯有美商海力真的是一军独起，而且现在还什么屹立不摇，真的蓬勃发展。所以美商海力现在已经过了草创期，即将哦，2023年才是凯利的元年哦。我们去年10月台湾才正式就是开幕，公司美国12月才开幕，所以凯利今年才是它的元年，今年是我们的成长年，再来就是我们的爆发年。所以呢，现在刚加入的，或者已经加入的，或者还没加入的，你真的要好好把握未来的这三年，你能不能在凯利站上一席之地，就看这三年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，不但有 GC99 的线上系统，我们台湾更有 VBS One 非常完善的线下招商说明会，而且我们每个月还有办一日训。所以刚才我们老师有讲，这个礼拜星期六，3月25在台北。然后有我们的一日的这个成功培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到3个小时，120人全部爆满。后来我们为了课程品质，我们还三学员哈，最后我们只抓100人。所以3月25，如果你没有报名到的人，没关系，4月8号再过2个礼拜，台中也有一日训，最多也是收到100人，好吗？所以你不要再等1个半月以后再等台北这一场。如果3月25你没有报名到的，麻烦4月8号，你一定要赶快抢到台中场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知道成功是不能等